国际龙头地产服务股 Colliers International 高力国际加 CLGI 周三股价创历史新高，29年间翻了127倍，市值451亿港元，享高估值。彭博综合预测 Colliers 今年 P 高达26倍， PB 9.7 倍。美联集团 1200，市值 10.3 亿元，一向被彭博列作 Colliers 同类股比较。直至上周剔走，美联的档次较 Colliers 当然差得远，不作同类比较亦属合理，亦不必与 Colliers 比较才显得其严重偏低。美联6月22日发出中期盈起后，股价最高 1.75 元，现价 1.43 元，买货良机再来。一今年上半年全港物业交易金额4744亿元，按年大增 76%， 七月份数据刚出炉为 99.57 亿元，又较上半年平均每月高出 26%。 物业交投激增，美联大翻身，美联盈起指今年首五月纯利 1.6 亿元，按此推算上半年可赚 1.92 亿元，实际可能较多。因6月份物业买卖金额较首5月每月平均高出 21%， 估计下半年物业交投又较上半年多。假设公司发放较多奖金，2021年全年盈利预测仍达 3.3 亿元， P 低至 3.1 倍。二，去年底美联手上净现金以减借贷及租赁负债 1.48 亿元，估计今年年底增至 5.3 亿元，相等于公司市值的 52%。 将公司市值减去净现金，将预测盈利减去利息收入，计算出的核心业务 P 低至 1.9 倍。三，美联今年预测 PB 0.71 倍，过去12年前六年平均 PB 1.67 倍，后六年 0.92 倍，高息逾13厘。四，美联财政充裕，资本开支又低，估计派息比率不会低于 35%。 今年每股派16仙，高息 11.3 厘。美联现价 1.43 元，目标重温 2.2 元，潜在升幅 54%， 折合今年 P 不过 4.8 倍，少于同长加影大于上周四于 1.80 元贱买风电股京能清洁能源 579H 股市值55亿元， H 加号内资总市值159亿元，贱后最高 2.05 元，升 14%， 昨周四收 1.93 元，趁调整升幅一半再买。今年预测 P 4.7 倍， PB 0.50 倍，估值在同业中数一数二最低，京能现价 1.93 元，目标重温 2.7 元，去年冇企提全购价，水位 40%。